人数带粉的开局，然后步兵加小鹿的配置啊，步兵加小鹿，咱能够打得过，都很难打。你无论出熊还是出鹿都会被克，因为他你熊他就冰火，然后你鹿的话他就小爆。但仔细想一下呢，还是小鹿好。 你就等一下无脑二本爆小鹿，升攻防啊！我们打的节奏要很紧张。以后吧，以后有机会玩点别的球，有时候也玩别的球。我们打这种强度很高的，不用延迟打不赢。我先练小点，不急着开挂。Job done, job done. 先开个魔免好吧。Job done. 来练这里去。 Our town is under siege. Job done. Let's train, let's train. 不用分经验，下个点就开放了。 他可能会先碎饭箱，一盘一个四级怪，很六级，完蛋，继续管，继续管，很大怪也行，这个反杀大，被我都忘了，魔法石，真香。 支援了，你猎手去找那个大狙在哪里啊？猎手上出去找。Job done。Q 狙也动起来了，他们能走的点不多。哎，剑圣在后面，看到没？ 上去一直砍，砍到他 TP 为止。砍了，你为什么不砍？
放了吧，走，他没危险。我放三个步兵在家，然后去找大狙。你雷队不用过来了，你雷队走得快，应该去找大狙在哪里。不把大狙排，就没得打。遥遥小心的出飞龙，我们中期要去压一波。Job done. 好。Three complete. 发挥 TP。我给魔女，你追上去，左边围一出。北周出家，必然出去救。Job done. Job done. 在这里抓果箱也可以。滚大吧，我能回。你再给我放回去。他有血石奔，先把他血石打出来。打不了了，有小歪。走，把后面那个火枪。Job done. 往后撤吧，现在我们兵还不多。往这里撤。给钱你抱起来。家里补个 BP。敌队怎么只有两个？难搞，不应该只有两个，这里应该有六个仇人。不要给他们练这个点，过来，别回去啊！不能再练了，要错过机会了，快点！他们被兽族没 TP 的，打火枪，打火枪，不着急。就打外面的，打外面的，里面野怪会帮我们打，可以打剑圣了，看到没？回去了。是，打到外围的兵就可以了。小歪，小歪玫瑰城的哎呦，那松开了，再管一次，六局我来控，你别动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还有一次机会。A 他就死了，这都没杀死。怼他兽族家，怼兽族家，我分光不要了。你三边楼转小路，快点。中间买个炼金，先打伤，直接秒他祭坛，让他把剑圣买活，买不能买活。啊，你为什么不管后面那个？哎，回来了，弟弟，走吧，现在不成行，打不过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转小炮，你出熊吧，直接出熊吧，小鹿不能出多，给钱你，升三本，攻防升起来，别卡。Our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你去人族家，你 Q 狙过去人族家跑家，现在他们一波过来很凶的。在拖时间了，你快点！光光没了，现在。刚才围住小歪就好打。Our town is under siege.
直接怼他主基地，你直接所谓的弹射的话。Job done. 地板的人。Upgrade complete. 把你分矿链了。熊熊熊，快出！我不开矿，我们单矿打。 别急了，快练级，你来练，我练左边，你练上面的 staking 失忆了，没看到标。 快过来，我这里加血。这个今天别吃药，我到四级。来加。加。 Job's done. Job's done. 你的手后手，熊先手，你的手被口枪割，反口枪，反口枪，好。 我跟你讲，现在。 我们要恢复，就先把这个点的这个点练了。我们现在目前是开不了矿，然后你给100木，不用，我升个2工。你在门口，我们先开不了，先给魔法你那个炼金。拿飞机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开矿。 练吧。
在这里买群谷，他们没开矿的。左右两边的点也没练，买个TP群谷，炼金把步兵的血给加，不用用熊加就行。 Research complete. Your mind is complete. Job done. 买个 TP 吧，买个无敌吧自己。走，打了。 他们两家是拆开的。两组没 TP， 我们去打兽族。快点，左边。你从他 屁股绕他。啊，我们一起吧，一起吧。先把他打退，然后两组会 TP 回去，就直接抓这里就行。快点。科多什么的随便抓，能抓就抓。 走，别练了，我抽他魔就算了，把后面的苦工干掉。快点，没机会了，炎族要来了。A一下就死了，苦工也不用那么急。给些魔法。走啊！ 我五级血本来的可以打，你先吃第一张全部，我来吃第二张。 给魔女先放一把火，从往后拉一下火就会烧到自己，很痛的三级火。我给魔女炼金，别死。通常说别死不是准备要死。